你是跟爱争啊你啊是哇？回得了，我介意你。你那有个话做啊啦？除非你出家、结婚、交女朋友、出轨，那无我是无可能放弃你的。安尼，你听清楚啦，哈。哎呦，你是感冒无好，还是发烧烧过头啊？我们再跟你讲啥？我那是发烧，嘛是因为你。安尼，你知影我的心意啊，哈。我。哎。你创啥？那更恼我啦，帮你看到啦。我袂让你搁走去的，你若是走，我就叫除非你是只足讨厌、足讨厌、足讨厌我的，那么吼，我会叫你叫到天边海角，我袂放弃你的。我不是讲好清楚我的态度啊，那熊熊哥安尼啦，这里主动。我俩尊公，俩尊公，我叫真爱你虎心。无的卡，就是因为真爱你伫我身躯内边受苦啊，我嘛去有影响。哎，菲菲拢知影把握时间去追爱的，我袂当搁等落去啊。英昂，你来阮家。哎呦，什么领导，咱卖我白讲呢？啊，你有得卖来啊？他就表示哦，你真正足讨厌我的。安尼哦，咱这世人就莫阁见面，莫阁有交叉吧。头家娘啊，啊，刚刚咱袂当甲咱做普通朋友就好哦。爱我，离开啊，想清楚，紧一个。我。我等你，莫让我失望哦。你决定你要跟雪莉做伙？你是咧讲生笑？感情的代志哦，那当讲生笑啦，你才咧讲生笑。哎，不是啦，你跟雪莉哦认真讲起来，你是为迄个爱你遐才开始的呢。啊，你即摆用决定你要跟雪莉做伙，哎，我真正有淡薄仔无法度接受啦。坦白讲啦，我嘛是考虑一挂时间才做这决定。进前母娘把我办事连连收到回去啊，我才怨叹你啦。我别甲心明下弯，决定哦，我临时要行的路。啊，不过即马正式行出宫庙，过普通人的生活，我才真正来体会哦，甲过去无同款的烦恼，够考验。来，拜拜拜。啊，不过经过即个代志哦，我真正来体会啦。爱度化众生哦，我一定要用疏离的态度。嗯，简单来讲哦，就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万行代志拢爱自我体会了哦，就当了解啊。哎，主宰，讲实的，你愿意哦？啊，真想要过些普通人的生活，我心内是感觉真欢喜啦。啊，不过我唔是拣这个时机啊，尤其你唔是拣迄个雪莉，我真正是感觉恁两个人啊不适合啦。啊！你若真正要讲感情的代志啊，你就等迄个爱你啊，伊离开了才去讲啊。我决定要行这步，个另外一点，我想要摸清楚，到底我是要紧爱你还是雪莉？若是要安尼哦，我就爱家己跳入去，那无我永远我都确定啊。不是啦，你即摆呢哦，伤过冲动啊！你的个性我真了解啦。你绝对哦是想讲哦，要圆满伊个真爱你的伊个委婉啊，再这你要要紧连带这你要关心伊个雪莉啦。所以你即马心啊，安尼左右为难啊，切来切去，迄拢是假，唔是真呢？你唔通误唔对去。哎呦爸，误唔对又搁安怎嘛？袂要紧啊，人生就是安尼啊，有期待，有失望，有后悔，欢喜。啊，唔过我家己行过，就算搁误唔对，真正嘛无啥嘛，至少。我只有家己心在行的啊，我无想骗啊。啊，这嘛是你希望我能体会人生，敢不是？好了，爸，别烦恼了。